居寒。傻站着干什么呀？过来接一下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说让我陪你过生日的吗？忘了。我看是傻了。啊，今天在棚里拍了一天的 MV， 那鼓风机给我吹的。手给我，我给你暖暖。狐狸暖气很足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高兴吗？高兴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我又不是七老八十，怎么记不得？那几袋子是我让小僧去挑的礼物。谢谢。你生日不做饭啊？我煮了面，吃完了。生日呢？就是这个。走，带你出去吃大餐。哎，居寒，外面冷，我们别出去了。你今天能来，我特别高兴。早知道你来，我肯定多准备一些你爱吃的。